诸位知士，诸位居士，观心一枝香，今日分享虚云老和尚禅期开示。虚云老和尚在禅期当中，每日都为用功的禅人开示。这一次呢，他鼓励大众介绍了禅堂当中的一尊菩萨，诸方禅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萨是一位圣僧，是释迦如来的老表，名阿若乔成如尊者。阿若乔成如就是乔成如，也叫做乔成那。世尊出家时，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母族二人往雪山照顾他。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世尊成道后，出至鹿野苑，为之说四谛法。乔成如是佛陀的亲戚。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是悉达多太子。他出家，他的父王非常的生气，也很挂念，所以派了父族与母族的亲戚来追回佛陀。但是佛陀呢，很坚定，所以后来啊，这五位就跟着佛陀常相随行，也同时在修行。那这位尊者呢，是佛陀在成道之后所度的第一批弟子。他当时悟道，也是世尊诸大弟子中第一位先出家的，所以称为圣首、圣僧之首、僧人之首。那在禅堂当中呢，就专门供奉阿若多乔成如尊者来作为出家师父的代表。他是佛的弟子当中第一个大弟子。那修行方法是什么呢？在楞严经中很明显的说过，我出成道于鹿苑中，为阿若多、无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这时候呢，佛陀啊，就说了过去的因缘。佛陀刚成道的时候，在鹿野园当中为无比丘说法，那说法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众解脱生死。那大众呢，没办法解脱，主要的原因就是客尘烦恼所悟啊。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或者是悟到了什么境而成道正果呢？那阿若多乔成如啊，他就讲到底是怎么修行的。那这一段呢，是佛陀告诉大众不能成菩提及阿罗汉的原因，而且呢，追问当时在会诸大弟子们的开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这时候乔成如尊者啊，了解这个方法，所以他在这大众会中站立起来答复世尊：我今长老于大众中足得解谜，因悟客尘二字成果。我是长老，在大众当中呢是最长的，那年纪
也长，资历也长，修行的功德啊也长，因为我很早就证到了阿罗汉了，所以独得解明啊，是大众当中呢算是最早领悟佛法的。那悟到什么呢？悟到课程二字，成果这两个字啊非常重要。接下来就对课跟程做解释。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势必处庄前途不遑安住，若食主人自无忧往。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又如星际，清扬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执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维，成即明空，摇动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那么经过乔成儒的这样解说啊，就把客跟尘这两个字啊说得何等明显。以不住者名为客，以摇动者名为尘。那什么是不住，什么又是摇动呢？客尘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这是大众要知道啊，这是一个譬喻，是告诉我们用功下手的方法。即是说，我们的真心是个主，它本是不动的，动的是客，即是妄想。妄想犹如灰尘，灰尘很微细，它在飞腾之时，要在太阳照入户有时或空隙之中才看得到。即是说，我们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动念中并不知道，一到清净修行静坐用功的当中才知道，许多的妄想在不断的起伏。参禅修行自我关照，会发现很多的妄想。这妄想是哪里来的呢？有的人以为啊，是打坐的时候招来的。其实这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发现。它就像是空中的灰尘，很微细的飞动。那什么时候才会知道呢？平常你不知道，看不出来，有阳光照入户有空隙之中才看得见。所以当我们静坐下来观察到的这些妄想呢，妄想来妄想去，这是本来就存在，所以不要大惊小怪，或者是因此而害怕自己要禅修。这禅修啊，可以帮助自己啊，看清楚这个妄想。那来来去去的是客，不来不去的是主。在这妄念沸腾当中啊，如果你的功夫啊不得力，就不得主啊，就做不得主啊，故不得悟道，流浪生死海中。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因为不懂啊，所以他就随着这些妄想四处飘荡，随机而做，那不能做主啊，就流浪在生死海中。今生姓张，再生又姓李，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样啊，没有一个长久的时间住得不动的。所以大众啊，我们
在这一生，是张姓呢，还是李姓，是什么姓都不重要，因为都只是假的、暂时的。你信一信呢？哎呀，我们这一辈子啊，为了这一世啊，这一家，努力努力，光宗耀祖。殊不知啊，换一个身体，你也不见得是姓张，不见得姓李，也不见得就是还在同一个家族里再来继续作为子孙。所以我们以为啊，哎，这个子孙啊，是我们这一脉的子孙，殊不知啊，他不一定是冤也是亲呢、啊。那我们只是看不清楚他到底上辈子从哪里来的，那下辈子又去哪里。同样的，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在流浪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曾经在哪里过。那如果知道的，也只是知道个片段，而没有全部都了知。但是我们的真心呢，却不是这样的，它总是不去不来，不生不灭，常住不动，故为主人。在这个常住不动当中呢，我们以为啊，自己迷失在生死当中，就不知道要照顾这个主人。那这个主人呢，就好比如虚空尘土飞出，虚空总是寂然不动，又如旅店里的主人，他老是在店中，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在名相上讲啊，尘者尘沙，是烦恼之意，要到菩萨的地位才能断得了。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客程这两个字啊，就好比这个旅店当中的主人，或者是虚空，这虚空和主人呢，总是一个特质，就是寂然不动。所有的烦恼它都会变化，我们今天烦恼这个，明天烦恼那个，有的人十年二十年都在烦恼差不多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人情世故，儿女情长。有些人总是啊，长吁短叹，放不下的事情多得很，可是仔细来看呢，他每天呢、啊、好像不太一样，其实又很像。大部分都不外乎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那这里面呢，就是所有各式各样的烦恼，不外乎就是见和思，见思惑啊，就像是灰尘一样，总是环绕在这个虚空当中。那虚空是什么呢？虚空是寂然不动的本性，我们用虚空来作为譬喻因为它始终不动啊，不管多少的灰尘在这个地方绕来绕去，飘来飘去，干扰蒙蔽都不会影响到虚空的寂然。那我们不知道啊，就觉得自己烦恼很多，烦恼很重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不适合修行，或者是呢，对于修行会害怕因为哎呀，问题真的好多，烦恼这么多，我要逃到哪里呀？烦恼这么多，我要怎么解决呀？烦恼这么多，我会不会轮回呀？烦恼这么多，我实在好烦呐！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烦恼是客人，客人会来来去去，那你没办法控制他，没办法叫他不要给你带来困扰。但是呢，这既然是客啊，他永远不可能取代我们这个店作为主人啊，
除非你这个店的主人不做了。有时候我们去做客，看到人家家真的好美啊，或者是有的旅店啊，哇，非常的气派豪华，设备很新鲜，乃至于呢啊，是受到全世界的肯定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指定要来住在这么棒的一个设施当中。那你羡慕他吗？你可以去跟老板说啊，说这个房子这么的好，那你可不可以送给我啊，我来作为主人。那你想想看，这有可能吗？那除非你有同等的财力，你一口就把它买下来啊。但是纵使你有这样子的财力啊，那要看主人愿不愿意卖呀。如果主人他说这个一手都是我创立起来的，这是我的心血啊。那你是谁？你纵使有天大的本领啊，只要这个主人一声不那你这个客人啊再厉害也没有办法对他做什么动作。同样的，我们的烦恼也是这样啊，再怎么天大的烦恼，严重的烦恼，只要你记得你是主人，烦恼是客人主客呢不要迷糊，那自然这个客人啊他是来来去去的，来来去去当中呢，不来不去的是主人，守好主人的位置，那自然所有的烦恼就烦恼不了这有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被烦恼烦到了烦呢就是让你心不安，恼呢就是让你啊恼怒让你的心呢哇跳起来没办法自在就被牵着鼻子走。那他要这样子让你不自在为什么呢？如果啊你只是一直不断的烦恼，觉得都是别人惹的祸这个烦恼呢把我弄得啊长吁短叹，那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放弃主人的位置追着客人屁股跑的这样子的人呢，那你最后呢还是没办法在烦恼当中走出一条生机。所以一定要记得自己是主人，回到了主人这个位置啊那你自然呢就可以知道，哎呀，随他说，随他做，随他在那边干扰，他不会干扰到我们的主位只要我们守住自己的真心，安住在寂然不动的虚空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自己掌握了做主的位置。那这个虚空呢，不是我们的心是虚空，不是，他在讲的是寂然不动的特质，而不是我们的心就是空这是不对的哦。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外道在修着一个空，然后进入一个空，把自己的身心都放空，放到最后真的脑袋空空所以讲客和尘呢，其实是显主和空的无动，不要被干扰，不要被影响，不要被烦恼，那这就是主跟客、尘跟空的真实义理。时间不多，大众继续精进用功，狂心顿歇，歇即菩提。